他是电机系的帅哥，对，电机系的男神，对，然后他之前有增肥的倾向，现在他说他有瘦一点，对，不知道大家看是有没有。大家好，我是电机系三年级的杨逸婷，然后这位是资管系四年级的李博毅。李老师吗？李博毅。然后这位是公馆二年级的吴浩辰。对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要带这首歌是那个。是薛之谦的身世。想你呀、啊。
好，反正就是这样。我想说的是，我爱录音社。